命中注定最无敌之极机密幕后花絮。慢慢走，后置。栋梁一直为了请花开的舞蹈困扰不已，不管在练舞时还是正式拍摄，都无法突破心防。紧张的他在正式开拍前，利用舒展筋骨缓和情绪，力求完美的栋梁究竟是如何完美诠释出孙无敌的《请花开》呢？看镜头，看镜头，看镜头，对啊，这次镜头才放电。OK， 好，看看有什么味道。哇，他好帅，他怎么那么帅？就会放电，所以多看镜头。对啊。哈哈哈哈哈。因为这是完全在坐台以前都没做过的事情。他会比较帮别人想，他怕影响到别人动作。我说你不要管，只要你跳得开心就好了。他怕影响到别人，后来不要那么多人在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就注意别人的动作。羞涩，导演一直把他灌输一些观念的时候，他现在真是表演得非常优秀，那表情、舞蹈动作都是一流的。OK， 很好。对啊。好想哭。为什么？好想哭。为什么？好啊。抛弃你的羞耻心。这个真的很棒，这个真的很棒，就穿这个锦鲤真的很棒。我觉得给他好，对，这个很棒，这个真的很棒，大家看一下，这个真的完全不一样，感觉很棒，你看，超级棒，这个很棒，一个叫什么？刚才取我的那个三级电路板，你看，对，就这样，对，哎，对对对，看看，就这样，对。现在已经是他到他的极限开灿烂。
墙，鸟与嘴，色香味充满世界。从想起，永不分离，爱的料理不变换。情花开，开得灿烂，不能与你爱无限。恋一个生美满，没许愿会爱你满，没许愿会爱你满，没许愿会爱你满。